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这里见面，一起来分享神的话。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中心、最宝贵的位置。对于基督徒来说，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件东西可以与神来交换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即使再忙碌也好，或者再有更多的问题也好，我们都应当将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位置。其实每天的灵修就是能够更加的亲近神，并且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真的祝愿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是居首位的，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是你的中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四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四章十二到二十二节，灵性上的堕落带来生活的堕落。我们来看一下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脱，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看，为神的约柜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欢呼起来。这里面说到以利正在担心约柜会怎么样，然后呢有一个人就从镇上回来报信。那么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啊，或者对于以利来说，他们所认识的约柜是什么呢？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或者说神的荣耀。那么以利正在担心约柜的安危的时候啊，他听到了一个从镇上来的这样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第16节。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么样？报信人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士师40年。
当以利听到了约柜被掳的消息之后，他马上就扑倒，然后呢摔断脖子死去了。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做士师、做祭司40年的这个以利他并不是因着衰老而死，而是一个可以说是在我们看来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并且呢，他心中为神的约柜担心，最后的结果呢，也确实就像他所担心的那样，约柜被掳去了。但是，我们从以利或者说从他的两个儿子，我们来看到以利他把神的约柜当成是一个像一个赌注一样。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想要得到一个胜利，所以他们之前一直失败，最后呢，他们押上了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赌注，就是神的约柜。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把上帝给押上去了，他们愿意冒一个风险，因为约柜到了阵前是有可能被掳去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但是呢，他们宁愿冒着这个危险，押上了这个赌注，为了要得到胜利。弟兄姐妹们，其实他们是在拿自己和上帝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作为一个赌注，为了要获取战争的胜利。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也像以利一样，会不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为了得到世上的成功，或者得到爱情，或者得到一种名利或者地位，我们甘愿拿我们和神的关系来作为赌注呢？我们可能为了获得世上的成功，我们宁愿暂时放下主日的礼拜，宁愿暂时放下与神交通的时间。宁愿暂时放下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为了追求一个成功，我们为了追求或者换取一份爱情，或者得到一个家庭等等，我们拿这些东西来交换。其实这是在说，我们宁愿牺牲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要得到这个世上的爱情或者成功或者地位。我们其实就像一个赌徒一样，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当做赌注给押上去了。约柜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呢，是一个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外在的标记，一个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纽带。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外在的关系的纽带，就是我们主日的礼拜，就是我们每天与神亲近的这样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宁愿得到为了追求这个世上的一些东西或者成功而放弃主日的敬拜，而放弃与神交通的时间呢？这就是可能像以利一样，我们就是在拿神当赌注，拿与神的关系当赌注。当你那样去做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真的祝愿我们能够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最中心的位置。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第19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我想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孩子了可能这是终身难忘的事情，甚至可能比结婚或者其他的任何的事情都更加的重要，就是她生孩子的这个经历。那么菲尼哈的妻子，她怀孕生一个孩子，她生的这个孩子真的可以说是一个生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时刻。对于菲尼哈的妻子来说，对于这个母亲来说，真的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时刻。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这却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时刻。别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公公都死了，并且呢，也告诉她神的约柜被掳去了。第20节，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
我们看到费尼哈的妻子，她因着难产啊，因着生这个孩子非常痛苦，甚至她失去了生命。不过呢，旁边的妇人安慰她呀，她说：“你不要怕，因为你生了男孩子了。因为在外人的眼中来看，你只要有一个男孩，你能够传宗接代，那么你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呢，是出于这样一个安慰对她来说。不过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的反应呢，她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对于外人来说，你只要还有一个男孩，你们这个家族就有希望。但是对于这位母亲来说，她真正的认识到，当这个家族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有再多的男孩子也没有希望，也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她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第21节里面，她说，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位母亲认为约柜失去了，就是神的同在失去了，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有更多的男孩子，有更多的人传宗接代也没有用。有神的同在，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有盼望。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得到了一切，我们也没有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就是在与神的关系上，在于我们拥有神。他给他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个名字的本意呢，就是没有荣耀的意思。这对一个刚刚出生的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羞辱的名字。这个孩子他一生长大，别人每次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就说没有荣耀，没有荣耀。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是一个背负着屈辱的一生的这样一个名字。不过这个其实这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的过错，而是因为他的这个以利，他的爷爷或者以利，还有他的父亲这样的过犯。以利总结以利的这个失败的话，他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并且他的这两个儿子呢，藐视神的祭物。并且犯奸淫，犯淫乱，然后呢，看到利用神啊作为一个赌注一样，去为了想要换取一场战争的胜利，他们看重这个属世的成功和享乐，过于看重神，而以利自己呢，是可以说是一个属灵上盲目无能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他整个家族虽然是祭司，但是呢，从他之后，所有的整个家族都。走向没落了，所以从这里面开始，我们看到以利的整个家族都走向没落。虽然这位母亲说到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会发现，其实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不过真正的是荣耀离开了以利的家。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当我们不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也会失去神的祝福，失去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当我们忽视你，当我们藐视你的同在，当我们甚至把你当作一个赌注，为了换取这世上的成功或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们也就没有盼望。主啊，真的求你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最宝贵的，求你的荣耀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